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收睇足球机教室。我是香港足球机协会主席阿恒。今天教大家另外一个中场传播技巧，就是 stick pass 啦。stick pass 我们会是打粒波直线咁样传球。传波咧有两个路线，一个是 stick wing， 另一个咧就是 stick wall。Stick pass 我哋都可以有唔同嘅變化去做去傳嘅，譬如我哋可以做 stationary stick pass 啦，又或者我哋可以做 tic tac 嘅 stick pass 啦，甚至乎咧，我哋可以喺 tic tac 嘅動作入邊加入一啲嘅假動作。不同的假動作去呃對手，然之後再去傳波嘅。咁大家又知唔知道 stick pass 點解叫 stick pass 呢？如果知道答案嘅話咧，大家可以喺下面留言。答中嘅話，可以嚟到我哋嘅 Matchpoint 足球機中心度免費打波一次。答案會喺下一次嘅足球機教室影片度公布。期待同大家切磋交流。